内想要怪物就看运气嘛，就是你今天做的，然后可以回办公室。对啊。给一个我朋友小经验，他是好像新北市政府的环保的，他撑了3年之后，大家如愿调回新竹。哦，对，所以那个就是要花时间，也还好。但是现在就是这半年还是在实习阶段啊。没有，中游职员。我也以为职员，我以为做不到。谈了就打。你也是正式职员的啦，但他是反正好像可以了。事务所骂那个这表现这有漏可言。他想要去爽的，干他超爽。他说妈的。再过12点了，我就不想打了，就觉得回到家都已经。